有人说做房地产啊，为什么不找个稳定的工？你以为每天都有人买屋子吗？怎样哦，这个月有买到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你约定在星期天咩？不用做了啦，市场那么多人做 agent 还可以做的咩？每个人都说不要傻啦，做 agent 都说可以月入过万，你真的可以月入过万吗？那么容易吗？既然选择了做地产，就让当初的选择不后悔。一路上虽然跌跌撞撞都不容易，但为了给上家人更好的生活，加上帮助团队们的成长及改变，就必须把这条路走好。我的信念就是，只要选择相信、肯做、不停的努力，一定会有回报。这条路上虽然不简单，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感恩一切的机遇，我的一切都是地产给我的，所以我必须坚持及努力。对的平台，在成功的路上更加事半功倍。虽然会面对很多挫折，都是人生的经历。勇敢跳出舒适圈，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加上公司提供优质的平台，只要肯相信、肯改变，一定可以做得到，并可以做得更好。With Pond Next, I can.